爱江山，更爱你们啊，更爱你们。等一下改编一下哈。啊，我今天呢还有准备，我在还有一首哎，一只小狗牛。哦，这个要致敬我们文夏老师的歌曲，今天我特别给大家准备的也来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我用高音萨克斯风来带来两首歌曲，一首呢是这个跳舞的老师呢点歌《黄昏城》黄昏霞。第二首歌呢是我自己改编的，来自周杰伦老师的歌曲。我等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曲名，然后跟由来，好不好？我们先带来这个《黄昏霞》，上我打来，卡萨米达，谢谢。
谢大家。黄昏城，那等一下呢，再带来这个地雷修狗女哈，要致敬给这个文夏老师。那接下来我带来一首，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呢是周杰伦老师啊，周董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大概在2002左右啊，2002年左右，他所这个发布的歌曲啊。那这首歌先取名介绍一下，叫做《发如雪》，头发的发，如下雪的雪啊，《发如雪》。那这首歌光取名，他这首歌呢只用了12分钟就写起来了。那这首歌等一下呢，大家听到的伴奏呢会是我自己重新用电脑跟电子琴呢和改编自己弹奏起来的，编曲起来的。这首歌呢花了12分钟写起来哦，我现在呢再回去听哦，非常的厉害哦。为什么人家说周杰伦老师是音乐神坛里面的巅峰啊？因为他所做的作品哦，真的是到现在哦20几年前，对我们这个辈分来说哈，我都觉得是啊我的偶像。那当然也有很多呢歌手是我的偶像，比如蔡琴老师、邓丽君老师哈，这他们所演唱的歌我自己也都很喜欢哈，喜欢一些老歌，我有这个老灵魂呐 啊大家是年轻的灵魂呵呵才会来看我啊，对不对？啊，对啊哈。好啊，等一下我来分享这首歌啊，我如果演唱一下啊，准备一下哈，可以唱的话一起来演唱，跟大家分享啊自己呢重新作曲改编的歌曲。发如雪，谢谢。好，大家听这个，什么？很热火的声音。
一首这个我重新自己呢给他编曲的歌。